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油香的做法。盆中倒一碗面粉，加适量酵母、适量小苏打、适量泡打粉、一勺白糖，再打一个鸡蛋，搅拌均匀。用温水和面，调成面絮，再加一勺食用油，揉成面团，醒发两倍大。醒发好的面都是蜂窝状，然后移到案板上揉面排气，搓成长条，再分成大小相等的面剂，擀成薄饼，用刀划两道口子，油温七成热下锅炸，炸至飘起翻面，炸至两面金黄，捞出控油，好吃的油香就做好了，松软香甜，喜欢的朋友有时间可以试做一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